三流人手会不会累？有没有找朋友当你狗试吃？你现在试试看假账号，他 整人家假账号。精彩的部分来了，赤鬼伯伯，多精彩！今天很挤吗？哇操，这在干嘛？叫一声就抽一本写真。特哥看看后宫粉砖，他把私房菜价格放出来嘴。等一下哦，我先看赤鬼。这怎么好像喝醉啊？在干嘛？这喝醉吗？这是捡尸现场吗？哎，他今天淡妆哎，淡妆好像挺可爱的。但是，好危险！黄标预备，这你不要搞我啊！恭喜永奔。哦，公司厨是这个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还在打广告澎湖美食哦，丢人现眼！真的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啦，后宫私厨，整天在那边说自己澎湖美食，澎湖你老妈啊，那个东西叫澎湖美食，澎湖黑店啊，不要再消费澎湖了，我求求你，好恶心的人，卖那个狗都不吃的东西给观光客卖四万一，还有脸说自己是澎湖美食，我真的要吐了，呸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还开粉砖艺术家？他帮自己开粉砖欸，十个追踪者十个赞，还帮自己开粉砖。这个在某个平行宇宙啊，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网红，这个举世皆知的大明星，还开一个十个赞的粉砖在那边洗。三流人手会不会累？有没有找朋友当你狗试吃？你现在试试看假账号，他整人家假账号。海龟现捞的吗？我想带我家哈巴狗去吃。请问他有四万一吗？大家一定要看着后宫私厨的粉砖啊，好不好？他只要发那种广告贴文在骗观光客，赶快去留言底下救人啊！赶快留言说这是在骗人，这间是黑店啊！不要让这种垃圾再用这种方式真的一直赚钱。那个光明正大、良心做生意的都赚不到钱，然后这种垃圾一直赚。真的这社会还有公义吗？来，没大，先吃这个，先享受一下美食，兄弟们。顶级男枪，三个 Q1 Q2 全中，全部轰脸。我们这不只是普 A 走位，这个身法了得，我们这技能释放的顺序跟时机也是堪称完美。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再说好像已经现在没有节奏了。我们东西照着刷，上去吃前锋，这龙不要动，这龙吃了可能我们反而掉节奏，把怪全刷了，往上走离心房，然后我们没辙，就照他，我操，他吃龙怎样？啊？酒烂，李靖走出来，家都没了，真的是家都没了。大家爆炸！我自己又处理好几个性骚扰，有学长性骚扰学妹，也有男同学性骚扰女老师。女生五岁男生摸她，差点被告。大部分是网络骚扰。确实，兄弟们，那个有时候我直播是。真的在做效果，我私底下看到女生，我是很害臊的，我连勃起都不敢。我私底下很腼腆的，就像个处女。真假是唔知咧讲啥笑？不要看我直播常常开王家还是干嘛，就现实就是跟你学。有时候现实一对一，尤其是私下的，如果公开的黄腔可能还好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公开讲个小黄腔，不要太 over， 我觉得都可以是好笑的。但是如果私底下一对一会比较。容易让人家感到不舒服，所以我
私底下也不太会跟女生开黄腔，对，通常是女生跟我开黄腔，我才会开回去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真的吗？已经挂网了，不想玩点了。Victory， 哇，这南疆的节奏顶到爆，给奥恩一个赞。这个积极沟通啊，虽然玩的不是特别厉害，但他的沟通相当的积极哦。他好长哦，他们两个顶级换血，我只是个来剪头的。这个在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捡到钱是不是？他们到底在干嘛？挡银局，顶级送走啊！这双人剑，他是想趁我吃红暴打我一顿，在我们的红区等不到人，来，就干他！你妈在，在。暴毙可播，小老鼠两级，啊，你是三小，哇，你三小，小老鼠。直接暴毙！还隐形响应我，没料到吧？最后一滴经验在草底升六，哇，路线要爆了！哦，不管他，反正他已经下当过了，还有送是他家的事，不需要为了一个低能浪费自己节奏。你看他开局他妈少一个辅助，对面校上一个辅助，拿那么大优势连续送两个头，也是有够可悲的这个路线。不是吧，欧拉夫啊，欧拉夫算是一个小小的隐忧啊。欧拉夫我们控不住他 ，BB 也没肥。上半部的河蟹基本上夜曲想吃就得给他。还是要草人家冲三搞点大的。为什么要演我呢？虚爽没、啊？干！不丢斧头，斧头是扣爽没？哇！我觉得我玩得很好，这路仙送一波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AD 死成这样，我很担心啊。路仙以为自己优势超级大，其实这 AD 根本就死到没钱了。这 AD 要做的是赶快把塔拿了，然后来拿楼，或者往上走来一起干先锋。这 AD 感觉在自嗨，你知道吗？干娘，石头号，干被吸，啊！死了！老鼠真的是我的一生之敌，这老鼠救过我大绝两次，他这在干嘛啦？你看他又开送了啦！你到底要送几次啊？他真的就觉得自己他妈把人家零八零优势很大。殊不知老鼠在其他路做多少事了。感谢豪哥，没有，怎么会无视你？你的光芒如此耀眼，我要怎么无视？我无视不了啊！我女朋友和我都很爱你，不如……哦、但我尖叫把他吓死了。我以为你要约我，我以为你要约我一起打游戏。
去磨铁，三个小时滑进去。被他妈的绑架了，绑架了的样子。来喽，暴毙！啊，还得是靠我，老鼠人。老鼠开刀，可不，火锅吃一吃，我又站起来喽。转向，我操我操，干起来了！结束结束。暴毙，双杀！顶级稻草点。哎呀，人都被跳没了。打把草人就大师哦，但打把草人就没意思啊。我们现在玩英雄联盟是否放，已经不是 for the win 了。我曾经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倒地吃老二给你看。就是即便老了，还是要每年打个精英啊。但是实在是现实逼人啊，玩这游戏十个有九个他都他妈不想赢，所以我也只能入境水鼠啊，顺水推舟啊，大家都不想赢，我也一起否放啊。以前真的是一只角色强，你可以连玩个二十把都不会腻，你可以享受在那个虐人的快感当中。但是现在这版本是，你连虐个五把就觉得哇好无聊啊，你把把都十五头没什么意思，然后一直看对面在狗叫，然后队友没玩到，耍耍费就赢了，已经没有任何成就感了，你知道吗？先要玩一些快乐的角色来娱乐自己。